近日，电视剧《外八行》在上海举行媒体探班，高温天还要穿着厚厚的戏服，让主创们叫苦不迭。会不会在这个大热天拍戏的话，特别有一些挑战？会。有，当然汗流浃背，很热。那怎么克服呢？这么热的人，再忍。是这样的，一直忍。因为你喷那种喷凉的喷雾都喷不进去，只能忍。对，小谭都最热了，他下面还穿了一双UGG。虽然富察皇后已经下线，但秦岚在片场依旧被唤作娘娘。那个我身边的这个花虎那天就是，其实我在新闻演技秀两三天我量个娘娘澡，我当时就有点恍惚了，就确实的组里面也很多人在追，包括我们副指导他也跟我聊过，就还是很开心吧，就是能有一部戏那么受大家喜欢。当天分手后的欧豪也首度露面，脸上却始终没有笑容，完成拍照环节后便匆匆离开，